或者是泳池狂欢吗？旁边有一个一池水啊，你可以跳下去啊。哦、那让我分类要分类到泳池，要啊，那我们分类狂欢就好了。分类狂欢，对啊。还有两位，等我一下下。还有人，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这样是算那个吗？群聚吗？还是不算？好，群聚，好，你们叫群聚，防疫破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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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聚，群聚，好，来群群聚，好，来群，好。啊，室外啊，室外没到十个人，不行，不行。你知道有一个公司不在室外公园那边那样坐在那边开会啦，然后没他们超过十个人呢、啊。啊，超过十个，超过十个，他们超过，他们超过，嗯，那就另外两个人坐特别远就好了。他们就是这样子说，坐一块一块一块，他们就是大概六个人坐一块，六个人坐一块啊。嗯，然后他们就说：“哦 哦, 哦，我们都分那么开了，他们就超近的。”所以是不是以后为了要 为了要让那个防疫变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有把我们以前玩的那个玩具拿出来用？玩具，玩具，就那个啊，你们以前没玩过吗？就是话筒接线，哦，很多棉线啊，传话筒，对啊，我们该拿那个出来。各自待在家里面，直接用手机连线不就好了？对呀、啊，想要不想要接触高科技嘛，对不对？对呀、啊欸。那我们现在有离1.5公尺吗？没有啊，没有、啊。我跟你太近哦，跟你也太近哦。等一下可能要那个位置要调一下，那个我们要梅花座。梅花座，梅花座。团团繁星，对，你们都跟酱油太近了嘛？那就酱油的问题啊，对不对？那就酱油的问题就没问题了。好，你往前站就好了。我没有。哦，哎，打他了，打他了，防疫破口，防疫破口，防疫破口，输赢，快点，输赢，输赢。在战场都不戴口罩啊，哼。你有戴哦？我也没戴。今天呢，没有什么特别活动，就只有上一次那个要继续盖我们的密室逃脱、啊。对耶，密室对耶，都忘了。对，记得哈，这是第二次、第三次结束之后的下一次，就我们就要开始玩了。好，还有一周是不是？这一周跟下一周是盖，下一周就是啦。是啦，耶。然后讲一下有什么 bug 哈，之前我发现了一个严重 bug， 超严重 bug， 大家都没发现。在麦块里面，原来它有设定那个血量上限，有个顶，嗯，就是一只怪物它的血量最高就是1024，嗯，也就是说呢，之前如果你有尝试试着把六张的那个 H4， 就是那种血量乘十六倍的放六张下去，它最高血量也还是只有1000而已。哦，实际测试很久了，我实际测试大概给16万个钻石吧，16万个，哇塞，白痴的话就自由了，已经修正了，已经修正了 ，RTC 白痴哦，也就是现在呢，打 BOSS， 你打那个副本的怪，你会打一下，上面就显示说他现在血量剩多少，哦，对对对对。对，这样就利用这样子。那等下打怪的时候可以顺便看一下。好啊，好，自由动。哇，那个场景，哎呦，要求啊！哇，还有泳池狂欢了。有泳池狂欢，泳池狂欢，我泳池狂欢，泳池狂欢。卡了。对吧？好了吗？没有。同学下课了，不要睡了。同学，我知道。等一下。他叫谁啊？同学下课了。同学叫什么东西？下你怎么也可以动手？你是不是不要命了？打架重置，重置，裁决，重置啊，重置！哎，大家都很想赌，我也是。哦，我的一箱钻石还好久啊。不会了，你已经中很多次了。对啊，你已经中太多次了。你那一箱拿去饺子老虎机啊！哈哈，对啊，翻倍，立马翻倍。
那等下就会听到我跟师傅说，师傅，我把钱输光了。你希望我本来就不期望你会给我了，因为你都要准备掉。你在期望一下吗？不期不待，不受伤害啦。那么忠心耿耿。没有没有，我要先不期待，这样之后如果我拿到，我才会很开心。完了，我被霸凌了。我带你先给你定金。哎呀，阿弟弟了，阿弟阿弟，他这边阿弟弟了，阿弟比上周便宜一块钱哎。红字石哦，没有，现在没有十六块吗？没有，没有十六块不买。他落十七块，你买不买？十七块会买，考虑看看。不要有二字头都买了吗？啊，不要有二字头 ，OK。哇，我们之后如果 DC 再这样子废下去，我们会不会以后都可以创造 RCT 的那个真就是意义了？就是生活中也都可以用到 RTC 是不好说的东西。RCT 啊，好好奇，我先 Google 一下，不知道哎 ，Google 一下。没有，没事，居然是不好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只找到一个随机对照试验。哦对对对对对，随机对照试验，对对对，它是随机对照试验。哦，对，是 RTC 哦，我们那个对对那个，那就是对啊，就是我们会不会到时候 RTC 会变成我们生活中会使用的代言词啊？啊就是今天你讲话没了，你就哈哈，你被 RTC 了，哈哈，哈哈，这很尴尬，哦，白痴，哈哈，你 RTC。哈哈 ，RTC 点哦，没要自己要讲，我现在是被 RTC 了吗？你说对，请问我是被 RTC 了吗？哦，轻松 RTC， 你刚说 RTC 了一下，刚刚有人被 RTC 了，对吧？刚刚有啊，是谁？是谁？是谁？好像有人哎，对吧？好像有吧？他好像没发现，他没发现，他没发现，他没发现。喂，有了有了，他发现了，他发现了，他还是他现在还是有吗？现在好像 RTC 零七声，零七声，零七声，这么久你们知道吗？欸、你不准备啊？你麦还断了？喂喂喂喂，他是不是还没回来 ？RTC， RTC 了。RCT RTC 啦，我要得到 TRC CTR， 有人直接被断线的啦，没有啦，我在地狱啦，哦，你在地狱睡觉啊？地狱会有夜妹哦，地狱会有夜妹，地狱我觉得睡一下比较妥，比较安心啦。对啊，对啊，夜妹哦，对啊，我觉得小雨，我觉得你可以睡一下。有没有页面？有没有出现了？白痴了，那都打死了。哎，你那直接没关掉，他会看到了。你没关掉，他看到。我关掉，关掉了。太明显了。哎，这啊，阿纪，没有，刚刚不知道什么，哎，怎么了？他会掉巧克力的头，哎。啊啊！谁会掉巧克力的头？你说那个人吗？对啊。哎，你把巧克力杀了。你把他砍爆？没有，他那个好像还是没好，因为他现在没有回血了。哦，那没有回血，你要砍他，那砍死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你是很讨厌他，是不是？想测试一下，公报私仇，你是不是在泄愤？那我们是修好了，是不是？我每一个都砍一下，我每个都砍一下，所以你连妈妈也要砍。对，我连妈妈都砍。天哪！哇！天哪！好姐妹都是假的，好姐妹都是假的，真的假的。先不要砍商店了啊，因为砍商店它重置那个价钱就不一样了。真的假的？好，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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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少一个商店了，完了完了，重置时是不是价格要变了？会吗？会变吗？刚刚我砍掉了，砍死他就重置了，真的重置了，刚刚人生重来，人生重来，人生重来，你人生重来见。所以理论上每一次的价格，是新的话，就代表巧克力又死过一次了。哦，那人生重来了。你太贵了，你再重来一次吧，把你杀。你不是好巧巧，拜拜。好凶哦，真的很凶哦。89哦。现在是 RTC 了吗？没有没有没有，只是大家没讲话，突然冷静一下。你们怎么断线了？哎，那个我们的第一
个好学生是不是该出来了？哎、欸，白痴吓死我了！好学生，好学生，好学生，我们的永远的资优生该出来讲话喽。资优生，你知道你是资优生那个啊？那个啊，我们的话题班的永远的资优生啊！啊，等一下，我刚 get 不到哎、欸，我好像被 RTC 了 RTC 吗？喂喂，阿先生，阿先生，阿先生，我没听到哎、欸，完了 ，RTC 已经进城了。欸、上个礼拜你还让我们很满意哎、欸，结果你怎么现在变这样了？我不是资优生。我要当最坏那个，我已经进入二周期了。等一下，你要二周期是不是啦？我进入二周期了。你也入我了吗？你也入我，你也入我了。啊！RPC 发生变异。天哪！我那个最好的教师，我们的小学生居然也进入了二周期了。不靠学生。有什么好聊、哦？最近不都是一直防疫吗？是在家、啊，那、欸、我要聊一下我们在家做了什么。哎、欸，我先打个岔、啊，五秒钟就结束了、欸嗯。还有，我看可以多快结束吗？所以、欸，安娜，我上次不是说，就是我半夜三点，就是上就进厕所的时候，闻到隔壁在煎香肠的味道吗？对、啊啊。然后我刚刚开台前，我想說，先洗个澡好了。然后、就是、又闻到了，没有，我在洗澡的时候闻到超重的炒青菜的味道。炒青菜，青菜好重，就是那种他炒空心菜会加蒜头，啊、那味道哇，你连加什么都知道、哦，太详细了，哇，很重啊！然后我就觉得说，靠，我现在是在洗澡还是在洗油烟啊？请问一下，洗油烟吧？那你闻得出烟八几尺吗？在洗菜吧？你闻得出烟八几尺吗？我那个出研发几十，我还真的给你开台，就当厨师了、喔。真的，不是厨师，那应该是通灵的吧？是厨师，通灵师。没有，他去当那个气毒犬。气毒犬，姚文哦，太强了，太强，太强。我问一下，偷蜜蜂的蜂蜜会不会揍啊？会啊，不会，会啊，哦會哦、我也不会。对啊，你要拿烟熏它，它才不会咬。好可笑！我想说，我之前拿走没事，这次拿就出事。你拿，因为你拿我们这边的都是那个啊，都是有烟的。它被淹了哦。没有，就是用烟熏。骨头不要乱砍。哎，什么的？那请会拆房子哦。哦，会那个。我现在会拆了。哦，现在咬了。对。所以它那个是已经内建，不管你什么时候都是它没办法开关的概念。对，我之后可能看到怎么开再试看看。好吧，好哦。哇，那这样子我的那个密室一概错，我就只能将错就错了耶。你可以用徒手。我的天哪、啊，好麻烦。好吧。好累哦。不然我现场改一下好了。好。对啊，你要不要改徒手？拿什么东西？就是不，你如果斧头砍，有要爆炸了，哈基你要爆炸了，哈基你要爆炸了，哎呦，那种哈基要爆炸了，因为后面有一个爆炸铁钉，哎呀，咚咚咚咚咚，哇，你好聪明哦，咦，好，我原本其实要讲说，好、啊，那这样子，就我盖错的时候。我就让他错就好了，我就不要管对策了。OK，OK，我鬼。我一直在纠结要干什么，但我只想得到迷宫跟超烂的跑酷。我没尾刀，那就跑，那就这个啊，就迷宫跟跑酷、啊啊，那就迷宫跟跑酷啊，没关系啊。那我可能自己都过不去。你不行，自己过不去啦，一定要自己过去，不要再盖自己过不去的东西好吗？过去啦，然后我可能自己过不去。不行啊，不能这样啦，手勾手一起去，手勾手。好，那我跟他去，你们愿意陪我跳下来吗？不要。不要，想太多，还不要，太快了。你想的美呢？大家觉得太快了，西湖。没事啦。我们是可爱的小徒弟吗？啊啊！我们是可爱的小徒弟吗？啊啊！是 RTC 的小徒弟吗？他是 RTC 的，而且他没声音了耶。啦。RTC， 等下他说碎啦，碎啦，碎啦，碎啦 ！It's good a drink， 你领矿吗？好不？你领矿吗？领矿的就在。好，
人现在在盖东西这里吗？杰普，好，杰大大，哦、我在这。好，谢谢哈大大，谢谢哈大大大。没有啊，我们要尊称。杰普林万岁！那个传过去是不是从书柜对吧？讲台那边就可以选了。对，旁边的指印方块，旁边的指印方块啦，哦、旁边指印方块你点了就会过来。好，哎、欸，不是啊，这是谁的、啊？已经在升块了，那是 Bobo 的吧？嗯，我的还没盖啊，很多的还没盖、啊。你的密室已经变成大型的升怪场喽，升怪平台是不是？没有，你的密室是要打怪是不是？哎、欸，这样也是一个关卡啊，这也蛮潮的、欸啊，我觉得就很潮哎、欸。嗨，哇，我们的人工的重置时又降了三块。哇，那这样你是不是要稍微感谢一下 Bobo 先生？是我没有打算买的意思。谢谢，不用客气。我刚刚在犹豫要讲 Bobo 先生还是 Bobo 小姐。那你觉得要讲哪个、啊？ Bobo 太太。Bobo 太太。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觉得团团最后一定会就好 Bobo 奶奶。哦，奶奶也不错、哦。不要。波阿宙，你看，你看，你看你，波骂越讲越老，波骂，波骂，等下之后就变波妞了，哎呦，不行，等一下又变波妞，看了一次砍一次，看一次砍一次，好难过、哦，干嘛？不用难过啊，难过、哦，为什么？哎呦，有没有感觉小卡吗？哎，我今天没有呢，没有呢，又是我，没有。我今天顺畅无比的呢，我也是顺畅无比，顺的、啊。我了，又你了，对，又是你，又恭喜你，又恭喜你，什么幼女？幼女？我刚刚听什么幼女？幼女吗？会被挤哦，幼女，杰克你幼女喽？哦，杰克幼女，不要，然后。然后签本音吗？你说萝莉控，萝莉控吗？对对对对对。哎，小雨，你的告示牌是不是撞错边了？我的告示牌，你这边盖的地方，你这边写雨入口，可是你这边好像是出口呢？真的吗？那边出口吗？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啊。哦，我转向再转向，因为我那天我就是插了牌子，然后后来就停电了，我就再也没过。回转，我旋转你的旋转。嗯，我、哦、这是效率哎。嗯，哎，我卖崩啦！自动砍树好方便哦，哇，这谁写的指令好棒哦！天哪、啊，谁写的、啊？那个一定很帅，哇，金的金，那一定很帅。对呀、啊，我觉得哦，帅帅的真的是帅到掉渣，哇！哇，金怎么这么厉害哦？大都掉下来了，好金，好滑哦，好滑，好滑，出门配口罩吗？出门配口罩，配口罩，很有创意，我觉得那家饮料店一定很成功。那一定很油，我以为说明饮料店油啊，你很要坏啊！我说人家油，对啊，我是卖那个啊茶花解油腻的啊。哦，原来是茶花，你又跟你姐姐亲金石，这里啊，啊，你们看到吗？这里啊，这里啊，三个字。哦，听金石，我刚刚看了老半天，你刚刚木木托木托木托啊木托布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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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其他人会知道布鲁托吗？有人是刚刚学高飞啊，高飞没有，刚 Bobo 在学高飞，你是 Oh Hill 吗？对啊 ，Oh Hill。奥尼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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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妞，波波在哪里呀、啊？没有，我不在。你可以我不見了我，你可以直接 TP。哦，进来，我们这样没有，你这是人与人之间的，而且右边的那个积分板不见了，卡住了。啊，没关系啦，就拿掉好了啦。哦，好，因为现在那个好像也。还好，大家没有很常死啊。大家因为现在开始要扣那个钻石了。对啊、大家不敢了啊！我爱惜生命啊！我怎么死了三十几次啊？发生什么事？你问你喽。感觉 Bobo 可以留着了。
然后不然用一个 boss 血条，然后写 波波 十几次。boss 血条，都是世界王了。那你就看到世界王一直扣血。那你们每天都要砍三刀哦。啊，好，没问题。要砍三刀。有，我现在都有。我也是。你是说哪一个砍波波的部分吗？对。我也很乐意啦。不要啦，你们冷静。我们很冷静。要砍三刀啊。Chill，Chill， 你不觉得我们讲话一直很冷静吗？嗯，你是说我看着你拿着你的玉髓剑，然后你看着我，然后说你很冷静？对啊，我很冷静啊。你知道我的玉髓、就是、玉髓剑才会冷静，是不是？我就是想砍，怎样？我就砍，而且是一把炙热的剑，我就砍。我觉得这样好像蛮恐怖的。你看起来蛮病娇的。不是吧？这跟病娇哪有关系啊？这没关系啊，我只是想讲一下。好、哦，你要对不起所有喜欢病娇的人、哦。你完了，杰哥对不起，杰哥对不起，杰哥对不起，不是偷爆料，刚刚没有啊，也没有偷爆料，大家都知道了。之前有、啊、之前有聊过这种话题、啊，他喜欢病的、啊，但是不要太病，对，喜欢病，但是不要太病，对，叫微病，微病，微病是太我说你说小感冒吗？没有，我不要不要，现在。现在连小感冒都不要吗？现在还是不要好。这个病吧，是不是？对啊，交尾病有没有？半交尾病。交尾病。我才没有打喷嚏呢。病娇讲的好像在点饮料一样嘛。对啊，尾病一点啊。尾病。那我要病娇尾尾这样子吗？病娇尾尾，是病娇尾尾。病娇尾尾。病娇尾尾。刚刚笑什么大海尾尾？大冰奶啊，维冰维糖啊，对啊，怎么了？啊，维冰维，他们在想什么啊？天啊，他记忆，我听不懂，听不懂，越来越歪了，越来越歪了，听不懂。我们还是配口罩好了，已经是配口罩了，是配口罩。哎，有人把副本入口里面那个木头去皮了，是谁？当然上一次就已经去皮了。真的？你要想继续我啦，对不起啦。那个是很久以前的。我靠，请问这是要两次以前了？这是密室逃脱还是建筑大赛、啊？你们在干嘛？啊？可是盖很大，是不是？这是建筑大赛吧？嗯、啊。你在说，如果是你是看到那个很高的话，我的目标是要盖高见神韵那座塔、啊。太难了，你花两天怎么盖完呢？太了解了哟。我觉得我到时候应该就只是一个大壳子，然后里面就是平面的。没有，没有，就只是来参观而已。你过关了。你过关了、哦。只是说参观参观关卡，参观关卡，参观关卡。虽然盖密室逃脱不是盖博物馆啊。哇、哦，锋利耶！哦第三个锋利剑吗？是、哦、哇，锋利，而且它有吸血效果哦。你是不吸血的、哦，因为我记得锋利使的是哈记那一把嘛。对啊，你的这把也是，我也是啊。杰克那个也是吗？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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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只有七来把而已。啊，第四把，让我来干嘛啊？白痴，我要来，你来干嘛的？我要来拿烟火，等一下。到时候我们密室逃脱是整团行动哦。好，你、嗯、说整个团团行动，所以然后最后不是那个三个一组那个啊、哦。对，改成整团行动。好，所以可以做一次性的关卡，对不对？尽量还是可以做重复可以使用的啦。嗯啊、真的是要一次性，就是每次你都要去，应该说自己做那一次吧。你要去维护哎，如果有人之后还想去玩的话，你会有点累，就是。对对对。哎、欸，传统我要玩哦、嗯，你要怎样那个、哦？你自己维护了，难保我们之后可能有什么来宾可能会想玩之类的。嗯，完了，我总觉得之后底下会一堆人说：“我在家，你可以找谁谁谁吗？可以吗？别玩吗？”哎、欸，中奖了！看、啊、他都中奖了，可以找他吗？拉爸中奖了，你有小雨这个盖房是什么？迷宫跟迷宫啊，很有趣呢。先随便乱放一通，先随便定位嘛，再来看怎么关。都在慢慢修，再慢慢修啊。我们会不会密室逃脱之后就变成迷宫巡礼啊？真的，哎，我原本有想说要藏钥匙之类，可是我要藏钥匙就
就不能那个、啊、哦对啦，钥匙是一次性的，就是除非你是用那种投东西、啊、然后让它侦测这种、嗯、不然你就是放一堆钥匙之后你就玩的人是哪一个啊、嗯、但是、哦、可是因为你走过去那个放的钥匙还是会在那个 啊对啦，那有专化吗？有专化的这个行程你怎么把我的要弄的东西讲出来了呢、哦、那我要设计那个爸爸的房间还有妈妈的房间，对，然后找按钮2013年嘛，麦克那年麦克巴哈姆特最常有的找地图那个地图要超级多，我的钥匙的钥匙要打错字，钥匙钥匙钥匙我一直不懂哎，妈妈怎么都喜欢住在画里面我也不懂哎，到底为什么明明自己家，然后自己的钥匙要藏在那个小角落里面？对，要逃离自己家。对，不是逃离自己家、啊，在家不是很好吗？还有机器，哎、欸，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机器人很好玩，觉得。我以为你要，机器人我好像没有玩完哎、欸，我好像玩到假的。你没玩完，啊、你没玩完，完蛋了，完蛋了。记你的地图，第一个玩的是反而是山中小屋哎、欸，哎、欸、是山中小屋吗？还是什么林什么小屋的？就那个恐怖游戏。好，记你的名字都不记得。森林吗？森林小屋啦。森林吧。森林小屋，森林小屋。那个他怎么回去呢？哈基没事，哈基没事。我跟你讲，我自己也忘记什么名字了。然后森林小屋那个时候，我好像是跟酱油一起玩的，对啊，你是跟酱油，是跟酱油。然后有杰克吗？我没有，那时候我没有玩。哦，杰克没有，对。真的被吓得要死啊！我也忘了。对啊。嗯。哦，好像有。我记得那时候不是最恐怖的，都是突然冒出一张脸啊。对啊，那个时候机、oh, 那个时候很常会有这种，或者是一摇一摇音响。我现在如果来做的话，搞不好功力应该大增，应该是嗯。所以你要做恐怖游戏哦。算了，上次他今天才做了一个吗？欸、就是那要叫什么？恐鬼的，恐鬼镇，恐鬼的，哇，那个超厉害的，我觉得哦不行了，你不行了，不行了，你不行了，不行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支持那边不行不行。听到哈基两个字我就不行哇哦哇我觉得我可以告了吗我可以告吗告可以告可以告可以告你要有各种不同的视角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对你说这是团团视角啊然后我的视角是在整理整理箱子然后你就讲了那句你有需要我自己也可以提供啊好你自己也可以是不是对对哎、欸，可是 题外的话刚好讲到恐怖地图啊其实那一阵子啊，就是哎，你刚刚说什么？森林小屋是不是？啊，森林小屋出来之后，后来又有一张也是那种恐怖地图，那个真的我不知道你们玩过有没有看过？我觉得那张图是真的，我看起来也是真的觉得数一数二猛。哪一张、啊？有印象那个什么至死不渝的爱吗？哦，有那张我真的觉得很神，认真说，就是二七做的，我知道。对啊，哦，所以他是二七做的、哦。嗯，对，记没印象，哦、没记错，应该是他做的，没错。没印象的话，没印象，没印象，没记错的话，第一次听到这个讲法，好太特别了，很酷哎、欸，我真的觉得很酷。嗯、没印象，奇才。林中小屋、山中小屋、森林小屋山中小屋、到底是怎么呢？山林小屋，山林小屋，觉得好像骂人哦。山林小屋，你是不是有冠名啊？山林小屋越来越 local 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很像是那种民宿，然后里面会有那个好大心的大妈，哎、欸，来哦，好大心的大妈是什么东西？就是有爱的大妈。哦，你是要说好贴心的、哦？我以为你是要讲那个。昨天有人贴那个没吗？那个影片，吸血鬼那个的。那影片也是很猛。你要先打吗，杰克？没有，只在看光碟而已。你要打你先打。为什么我盖一盖突然爆炸？嗯，爆炸、啊。那边有苦力怕啊，因为那边有神怪砖。那边有神怪塔。啊，神怪塔讲错。神怪塔。我还在那边打到一本书。就是现在正在打副本的那位所的、哎、做的作品，哎呀，我想去参观一下你们所谓的深怪塔。我的作品，这是我的作品集，毕业作品集。嗯，这可以做到。嗯，我要怎么盖嘞？还是没头绪哎，完了，时间。是你已经盖一个框框出来啦，就是只是危险而已啊。
对呀、啊，你们阿旺还在那吗？我们都在这啊，我们都在九格区。我被缓速了，谢谢。好小、哦。我看到我刚刚超迷茫，我还拿卫生纸画了那个地图。卫生纸，你要拿卫生纸？不能拿卫生纸。因为我突然找不到纸。小画家，小画家，对耶。我自己也在画了，但是我不是拿卫生纸啦。那你是拿？对啊，拿卫生纸比较厉害，是不是？没有啊，就有一个手写板啊。哦，好专业哦！哟，这是哪一集？然后这礼拜还要专业哦，两百三十七好专业哦，好专业哦！谢谢，波妞上身，波妞上身，下。我当时知道为波妞提高，没有，我没有说我是波妞啊。等一下，没有，这是意识形态，这个对，没有哦。你现在又在那边搞意识，我没有搞意识，爆掉啦！笑死啊！笑死秋代哈！九到十哎！哇，你是强的对不对？哎、欸，差一点呢、欸，差一耶！哇，你哇，五七变成五头的情况，难过到不能说话。哇，你还好吗？哦，差一哦，你要不要？对，很不好，深求理赔。你啊，不对，我们现在没有保险，没有理赔，还没有保险。哎、欸，不是的，我这个是刚打到强力绝，他是这样子给我搞呢，有呢。哇，我觉得最你难、哦、最让你难过的一定是那个啦，有人在搞，那个数字差一点点，对，那个真的很哭。他如果今天差三差四我就算，他今天是给我差一耶，那我就不能忍了，这我就不能。那所以你要怎么办？我也不能怎么办？你不能怎么办？打完了，好影子，哎，哦。完蛋了！最是怪塔怪走出来揍我了，好烦哦、喔！这就是你的考验，你知道吗？等一下我就过去了，那就是个试炼。开个门，太难了吧？这个游戏，你是说哈基写的不好玩吗？怎么会这样？对不起啦，对不起啦！我怎么会这样想呢？哈基最棒了！我不要吐了。你这么告他吗？我觉得可以耶，怎么办啊？告一告吧，还有钱赚。对啊，因为我都放在那里了。有道理。阿吉怎么厉害？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有啊，还有奖励拿。啊，方块的作用。我正在挖。哇，你不是才刚进去吗？对，就一刀一只，一刀一只，一刀一只。哇！我在这高处看你们，有人讲的这形容实在太贴切，他说什么像一堆 QR code 啊，一堆 QR code， 好像哦。有人在加吗？我在刷怪。加。我在。加。总是九格。哦，不好意思，这边很嗨。好，牛，你可以更嗨。那你也是蛮嗨的、啊，对不对？你说铁斧以下可以自动砍木头吗？嗯，对。啊！天哪，这把镜头飞。我是不应该这么说。完了，我看着我画的地图还迷路。你是画的什么地图？你画过地图吗？奇怪，为什么这边走不过来？完了，有人迷路了。完了，大迷路，蛋了。他说，其实他只画了一个十字架吗？哪有？哎、欸，我们错综复杂呢。错综复杂。对啊。好啦，既然你们大家一堆人都在那边盖迷宫，我也来一关迷宫好了。完了，完了，哇！你从第一个迷宫走出来，迷宫结束了吗？还没有，还没有迷宫哦。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解谜啊，我们是迷宫房。迷宫房，好好好。我等一下准备来去盖爸爸妈妈的房间。
后来来到爸妈的房间，但里面没有人，也没有钥匙。哎、欸，我封了酒、欸，哎，四本书，好难过，全都没了。四本书，那这样子你的解谜房就可以说。就是我的麦块中的箭冲装已经坏了，所以我要逃离这个房间。好强啊，前提超强的。那这是两个月、两个礼拜前的东西，超强。我要逃离强绿卷的诅咒。哈哈哈哈哈！强绿卷的诅咒，哦，好像哦，好像当年会有的标题。对啊，超像的。越笼统的越多，有吗？谁家蜘蛛变绿啦？我对面是谁啊？蓝色是谁啊？我以为你要说谁家蜘蛛变绿了，所以我要逃离房间。你说不管怎样都先逃离，对啊，先逃离。对啊，什么？我要买麦块。我养的蚕宝宝长大了，所以我要逃离房间。OK， 什么都要先逃离房间。蚕宝宝觉得很无辜，欸、太惨了吧！这听小说了，这听小说了。这个应该是那个吧？哎、欸，那我们九大迷宫，我们都要盖一个主神像啊，有没有？你要什么神？你要什么神？哎呦，哎呀，我们那我要以什么传说去？对吧、啊？九大行星吗？九大行星哦。不是要用什么贪婪啊、欲望啊、七大罪啊、哦，对吗、哦？那、啊、有两个怎么办？七大海洋，七大海洋九啊，九个啊，注意掉啊，九啊，九大行星嘛。啊、还有九什么？好像没有。喝酒啦！你是什么酒？那个能算吗？哦，我是高粱啦，白痴啊！什么鬼？那你要三十八度还是五十八度？我要99度的，没有99，你破坏了！哇塞，你那个是直接会挥发的那种哎、欸，没有啊，直接死掉，那是可以拿去消毒了。对啊，消毒不是70几就可以了吗？九大巨人，是啊，是70几就可以了，75。那个是可以拿来把虾子煮熟的浓度，泡下去马上熟，真的啊？他不是醉的吗？不是，你知道有人讲什么吗？九连宝灯。哇塞！哇塞！我要断幺九，你这里不怕？我讲一下，那天阿旺在跟他们玩的时候，白猪新手不会玩嘛，他直接国四五三十三面呢、欸。你好夸张啊！超屌的，他还说：“哎、欸，你说白猪吗？还是白猪？”没有，我们前面都大家都在瞎起哄，就是啊，来啊，国一下，梦一下，然后我们就是后来我先一次国四五双，然后另外一个又国四五双，然后后来。突然白猪说：“哎、欸，奇怪，我怎么震听了？为什么？”对，然后大家就想说：“啊，他震听了。”然后我想说，准备要出去看的时候，他说：“我糊了，国四五双十三面。哇”太夸张了吧！我还在帮他们算哦，我还帮他们算说：“哎、欸，奇怪，溢满啊，然后怎么会是48000？”我又算一下，他可不是十三面的吧？那就说对啊，三面都玩的。现在你知道，自从玩麻将以后，我的信心被打得更碎了。你怎么在这里啊？哎呦！啊、你怎么在这里啊？哎哦，在家里啊，奇怪。对啊，我在家，为什么不能在家去逛？这里很好。我以为你们都在建筑工地嘛。我在准备，我在刷光碟。你缺什么？我先把今天的份打完。缺什么？你缺什么？要看一下哦，缺攻击的，四还是三？我的剑，三或四都可以。我想哭，我会回溯、啊。我刚回了一下。我有三。看白天我打一下。好啊，那晚上继续刷。烤鸡场里面会有紫色羊毛是什么意思？有人在里面烧垃圾啊，中毒了，基因改良。基因改良。好不好？他哪天他的毛就是橘色的了？哦，橘毛。哦、对。问号，别人羊毛是用染料，他是吃羊毛。哎呀，哦、羊毛鸡，高级的哦。蛮懂呢，这鸡还活得下去吗？听起来就是，我也不知道活得下去了，但我们试试看吧。你是说没试过就试试看是不是？啊，没试过嘛，试看麦啊，试看麦啊。我嘛是细汉时嘛是垃圾做垃圾多啊。哦，是哦。哦，芝麻林娜就拍起你哦！哦，你知道有人讲到一个酒的东西，
他们说鬼杀队久住。哇，你知道会员你要讲什么吗？这个我们不会被告吗？那我那个颜色可能中间会哎啊，会很烧啊，怕说会很烧。我怕是我们被烧啊，我们被烧啊，危险啊，危险！我不想频道删掉啊。哟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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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就是那个免著免著名，免著名。对对，我一直在想，那到底是要原著名，原著名。因为其实 YouTube 的那个音那个什么音乐库啊，就可盈利的。它其实在之前，近期好像都是直接著名都不用著名，可是之前好像有一些是需要著名，有些要著名的。对、对。他那个上面都会直接写啊，要不要挂 CC 啊？对吧、可是现在的好像基本上他后续新增的都不太需要挂 CC 了。那、我筛选就会直接选择不需著名，不需著名，不然太麻烦了。哇，因为你有时候你剪一剪，你也不知道哪一部是哪一个、真的。都有人来问说你那个音乐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倒是 CC 音乐库，那哪一首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反正你就来我这里听嘛，我怎么找得到？你喜欢这个音乐，多来这边听啊。对啊，就来听嘛。我他妈怎么会知道？我那时候是直接回。他就是说常用歌单挂号一，我的名字啊，常用歌单挂号一，你知道哪一首？那他不是说新增资料夹一，新增资料夹二，未命名一，还有现在辅助的音乐的那个啊，我都是什么20200522、2021-0621之类的这种。为什么？就是我那天找到音乐，我想说好了，就先这样子命名，然后呢，先放在那资料夹里，之后再来整理，然后就再然后就不会整理了，就不会整理了，没错。啊，我都是直接就是下的，现在还会是他的歌名，没错。对啊，我也是这样。对。可是如果我常用的它有用途，它就会被标明成那个用途的名字。对，应该是说那个资料夹是这样标，但是呢音乐的名字就是一般的这样单人使用。我常用的那个音乐已经变成那个片头片尾已经没有名字存在了，只剩下功能性，丛林一城市一这样吗？对啊，就是常用的地方，配乐，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名字了。开台用，高效音乐，开台用，关台用。对对对，就差不多瞬间。大家都是这样。欸、可是真的老师都用一堆找很难找。哎、对啊，然后有时候就每次就是真的找不到歌，然后最后就发现那个歌其实是在自己的那个清单里面，都会很想说，好了，我应该要找时间来好好整理一下那个歌单。可是呢，每次真的开始整理的时候，整理一下就不想整理了，好烦哦、喔！我就打开那个资料夹，然后就再把它关起来。对啊，没有打开资料夹之后去滑 YT。对，阅读者，我前几天才在整理我的桌面。没有没有，我操！因为我的桌面是应该是整个桌面都是东西的那种。哦，我是桌面很干净，我不喜欢东西放桌面。我也是。哎、为什么下一只？欸、我的桌面普普通通，桌面很乱。我每次整理啊，我都会想说把它分得很清楚，然后我就开了很多资料夹，然后结果我每次还是找不到。没事，我跟你讲，我上次我的桌面大概有新增资料夹括号18，太多了，哎呦！我觉得杰克的桌面超乱的，我这都是什么鬼？我跟你讲，我后面我就受不了、欸、你知道我怎么找东西吗？我每次找东西，右下角搜寻，打我要的东西，放大镜那个吗？我的天哪！对对对，我都搜寻了。要到搜寻呢？好有趣。有人说有观众跟我说，是不是跟你的包包一样乱？没有错，没有错吧？合理合理合理、啊。传到活动点要不要？因为那个是好像是传到哦、oh, 对，因为会到最中间呢、啊。哦、oh, 对耶，会到影院那边正中间。可是这样要怎么改啊？要不要改一个高一点的位置、就是、EP, 还是什么的、啊、？TP 的位置要换到看是哪里是起始点吧。哦、oh, ，那是导游的地方。嗯、导游那边是起始点。对，要怎么传回去啊？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传回去。找求救、啊、在家里的人，对啊，啊，如果大家全都在这，就没办法了。
对啊，就只能推一个人下去了。对啊，推一个下去。那决定是你了。我在家了，我在家，我在家。等一下，我跟你讲，杰克，有人打败你了。你才新增资料夹到18、啊、有人是183 183你是随便乱取的吧没有他说他是真的懒得清太夸张了吧、啊、这样很占低潮空间没有他搞不好是低潮、啊、没有不是啊因为桌面预设就是低潮、啊、低潮、啊如果都丢在桌面，你这找得到东西吗？人家问你东西在哪？哦，你看一下136吧。搞不好有人乱中有序啊，真的知道在哪里啊？是啦，就是人家妈妈不是整理房间之后东西就不见了吗？真的找不到东西在哪里？对，妈妈帮他整理桌面。哎、欸，妈妈收我房间了、啊，找不到了。都没经过我同意耶，我的宝贝跑去哪了呢？真的是真的很烦耶。我被电被打到迷宫，然后我就迷路了啦。那照叠出来喽。对啊，叠起来喽。讨厌妹，讨厌妹，讨厌妹。你知道我会迷路吗？知道、啊，就是知道才把你推进去啊。啊，还挺有道理的。白色羊毛不。你怎么不问叶妹有没有梦想？叶妹有没有梦想？想不想成为打野妹？打野妹，打野妹，打野的妹，打野的妹妹。所以你是这区喽？你打这区吗？你擅长 jungle 是不是？你再来打我，我就不把你 gank 了。爸爸，我错了，爸爸。哎呀，有谁在家吗？我在家。好，但是我给你买羊毛。你要出多少？10块。好啦，你拿。那我放老位置。老位置是哪里？你那个牛的旁边。你那个牛，你那个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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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鸡，那個、牛旁边。那个波妞旁边。那个波，那个波妞。你冒绿绿的，绿绿的健凯，听到波妞说你冒绿绿的，打一下我被葵花炸过之后变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哦，对啊，葵花纹，他自爆之后地上会绿绿的，然后他也绿绿的，嗯，对啊，你知道如何解决吗？我可以帮你哦，就是我觉得背有点凉凉的，好像不用了。我可以给个痛快，转身一下。是不用。对啊，搞不好你等下卖那买那个虫子石会变便宜。对啊。对啊。我是卖家啊，请问。你是买家啊？搞不好买的时候，哎呦，你好像刚刚是不是转身过啊？你好像很可怜、欸，好像不太一样哦。那我还是卖原价好了。你们有比较便宜吗？没有啦。亏爆啦！你转身干我什么事啊？哦，怎么了？怎么了？你来了？呀，说好的。你是台南小周杰伦吗？刚刚影月跟波波你们在打的时候，是不是怪一下就死了？对，打一刀就死了。真的是 bug 哦，又 bug 了吗？是 bug， 这是 bug。16倍我也打了，就有点怪怪的。对啊，你我想说你怎么打那么快、啊？就确实怪怪的耶。我以为是我很猛哎、欸，因为我自己本身调的倍率就没有很高，所以没感觉到。小丑是你，我太猛了吧？原来小丑才是我啊！小丑太猛了吧？那这样怎么办？打过就打过了嘛，那其他的你们再打看看，我不确定是哪里出问题了。好，高高，好，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想先盖东西。王北北来了，看你王北北身上好满啊，就跟我的资料夹一样。哦，有血量四吗？我刚好打了攻击四。有啊，攻击四，攻击四，攻击四。对，刚刚我可能被吃音没有听到，所以哈记你是说大家一起闯的时候，然后如果闯到你那关的话，就是做的那个人不用玩嘛，对不对？对，那个做的那个人就是不要剧透，不要那个。好的，没问题。那做的人要玩吗？还是不用吧？要啊，还是要哦，也要玩。就是陪着的啊，跟着陪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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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月陪玩，苗月陪玩。嗯，好，那我不要做成。你还想做哪呢？干嘛？这才是真的鬼手爬爬吧？
欸，那这样会不会从头到尾都跟在后面，没有在玩啊？哦，你们 carry， 你们 carry， 对啊，关卡哦，好难哦，你们来，好难好难哦。那我这边前面我要让你们都先走进来之后，我再慢慢走。因为我这边一开始会有二择一让你们选要走哪一条。哦，那不就大家要走同一条？没有啊，同一关，然后你们看要怎么走都行啊。哦，对啊，阿王 go go 去吧。哦，直接传送。送。我以为你在，哇，你在副本了，我刚 PP 你。没有，我刚刚回去拿个不死图腾。啊？我给他吸。这样子。然后这是什么？跟上次一样，跟上次一样的配置。一好，盾牌。我要回去拿。你不是都带身上吗？我刚刚有整理一下身上。哦。对。20×3。哦，33倍。哦。嗯。虾米咚咚。我在看那个倍率哦。刚打仗有过了，好像花100。20几秒啊，害怕你！哎、欸，这边有只僵尸村民哎，你要在那边干嘛？来做机关吗？他会卖钥匙这样子吗？卖钥匙，卖钥匙。等一下我去表演，我看看啊。啊，没问题。啊，好吧，拜拜。拜拜。我打了两个那个石头，好开心啊！石头。啊，团团，比较想要我的技能，不是叫我提醒你吗？啊！草莓面包啊！播广告，草莓面包吗？广告，广告，广告时间，广告时间，草莓面包时间。对啊，刚上好时间过来啊！今天你以为把你刚上的是？约北游啊是？潘纳达团团，好，先打吧。好，等我一下哦。啊！点个广告。好点哦，为什么？怎样？你现在是看血量？倍率怪怪的吗？还是对倍率你不觉得怪怪的吗？没有，上一次也是这样哎、欸。你说奖励还是血量？奖励的。我们上次是这样哎、欸，上次也是680。对，就是我还在看呐、啊。你知道这样乘起来的怪怪是不是？哎、欸啊，还是更多？5×2，这不是才10倍吗？那10倍基础。100×1.5，哎，对啊，对不对？怪怪的，好像怪怪的。基础是多少呀、啊？我先拿，基础不是20吗？10颗吧，哦，10颗哦，10颗，10颗再加基础20，基础没错，是倍率，对，这样子20，嗯，所以不是1.5，奖励不是1.5这样，好像不是1.5，对，哦，倒过来算了，对，所以奖励更高、哦，用除的了，嘿，对啊，今天副本系统怪怪的，好恐怖、哦。没有上礼拜就怪怪的，上礼拜就怪怪的，上礼拜就怪怪的，对，甚至上礼拜也是这个数字。因为你们上礼拜不是也是都各二吗？就300，200，300，200多颗，对啊，低配，原来是个美丽的错误，还是一样。好，没关系，去打吧。好。出发咯，好，两个人、嗯、好 go， 再出发我刚破音呢、啊、你好像蛮常破音的、啊、再出发，你要跟我一样买喉糖还是、啊、对真的，所以小颖觉得你吃了有比较好一点吗？有啊，你们没有发现我最近讲话没有那种讲到一半就突然烧心、啊？没有，我觉得真的是需要请益。虽然我有时候拿起来吃的时候不小心，就会把它当成药直接吞下去。欸、还是一刀一个、欸，哎，直接吞药，一刀一个，对，还是一刀一个。没、欸，那今天是不是、欸？那你 boss 给我打 boss 啊？哦，你打死了，今日限定，今日限定，今日限定耶！记记子副本信。哦，600，生命放一张就好了、哦、啊！好，不能放掉这个钻石领不完哈、啊，在里面等六张生命，太过分了！今日限定，限定钻石大放送，秀，
秀，反正就是你们能最高最高的搭配，你们就有配啊，对啊，顶多就四四四嘛，血量四四四再加两张黑光碟，嗯嗯，再 TP 杰克，我的 OK OK， 来来来，黑光碟我现在只有打到一张而已，不好打，欸、真的，我那次打完之后就打不到了，没打到，先把它储存下来，有第二张的时候再拿来打。把你出去啊，出去了，我还没啊，还没出去，还没。你帮我捡这个汤，我身上完了。普通的甜菜汤哎、欸。对。你拿普通的。没有，我身上还有其他，还今天还没吃的，只是刚好身上满了。好，刚好满了，刚好满。你要出多少？我要出多少？我出魔法甜菜汤。好了，那我选择不要。好啊，魔法甜菜汤。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有何不可呢？对呀、啊，为何不要呢？你是谁？自己爸去卖火柴。我会死掉。你知不知道死了？我差点死掉。嗯嗯，谁在上面？我在，我的还在他在家。我在，我在。没有，我要去办公室，那个校长办公室。哎、欸，华妞多的那个音架没有啊、有啦，十个而已。哦，可以的，够了，够了，够了。嗯，无血。不是要自助霸吗？反正，嗯，弄啊。一个羊毛一块，好不好？只是说一种、啊、一种自助霸色的，对哦，好不好？一种颜色自助霸，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我想说拿一个一块太贵，那我就拿一个一块，那这就不是自啊，这就不是自助霸了。破产。哦，所以现在高校靠近你，高级校友不会瞬间回血哦。那个啊，要那个啊，那个要去唱歌，对，现在爱来加秋瓜，秋瓜，秋瓜，秋瓜。对，暂时关闭的卡拉 OK 区。秋瓜，看你够不够秋。秋瓜，看你够不够瓜。那你够不够瓜？还有谁在那边？没有，没有，没事，没事。哦耶、oh, yeah ！云月，云月，云月，没有旁边的指令方块不就可以按回去了吗？啊，对耶，白痴哦。对耶，哪边可以按回去？团、欸、可以按，也可以按回去哦。上面啊，上面那边就有指定方块可以按啊。哦、我跟你拿音架。啊啊！我是水轮，该死吧？我说你们怎么了？旁边不是可以传送吗？怎么了？你们水啊？对。我要盖粉红色。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水。哦，不玩不玩了。有人要头痛了，有人要头痛了。先请假喽。请假。你有水吗？我帮你去捞，你等我一下。帮你去捞，好。我帮你去捞，工程。帮你去捞，帮你去捞，捞。好冷，好冷，好危险哦！他这没晒哦，很团，很团，我帮你捞，好冷，好冷。本团，原来你这么开放、啊，没有懂。本团，我不是啊。你要这样子，你可以跟我讲，你不用直接直接上去。不要，我不要。哦，那搞，现在大家搞得很尴尬，你知道？不会尴尬啊？你看充满笑声，没有，很恐怖。糗孩，哎，我今天看到一个梗图，他说。男孩子就是玩士兵，不是玩那个洋娃娃。结果他二十年后玩的真的是士兵，我那个我都觉得超恐怖。我的天！天哪！等一下，我看不太懂出入口哎、欸，我刚来。哎、欸，你怎么把那个水、那個、红色是入口？我可以做无限水源。红哦，没关系，没关系。你说你这里啊？对，我这里。你这边是入口，这里有凸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两边出口？哎呀！啊、你是双向接头吗？啊、你看我两边都出口哎、欸，你这边没有路啊？你这边怎么没有路啊？你没有跟其他颜色连在一起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刚刚你是跟我，你这边是出口啊？去你那边呢、啊？
去你、啊、去还有、哎、去你那边去你那边很气哦，是在屌他不是啦，是真的去你那边的，去你那边，对啊，去你那边，你没有解释到啊我头好痛哦，我好痛、啊、我被打了啊，我干什么、啊、想想嗯大家都好有创意哦，可不 可以去睡个觉、嗯、可以为什么我又有夜没有刚明就小雨啊小雨啊小雨啊小雨的我的吧，你没睡、啊、你没睡觉 啊可是我有打打跟打跟睡不一样哦我有打、啊、是我吗不能用指令方块，真不知道要做什么、欸。切鼠没有啊？你要想象在很是很久以前的那种啊。对、欸、对，就你要用红石机关啊，可是那好难哦。请勿 TP 进副本哦，红粉团。警告一次哦，警告一次。嗯，爱这么高，怎么自己进来测试又可以又正常？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嗯，奇怪，为什么？哎，都是的，都是的，都是的哟。我把它盖成蛋糕好了。这样，你要那个蛋糕塔是不是？对啊。哎、你怎么在这里圆？你们刚刚已经传我，就在这里圆，你还是才智啊？他在那边三百年了，他地府灵转移目标了，你不要这样，好酷哦！哦，走了，嗯，好吧，算了，这世界再慢慢测试。哎、欸，你们皮蛋去打副本看，有空的话，没打的可以进去打，对吧、啊？断。发财之路就是今天哦！对啊，你看，今天哦，免费中乐透，对啊，今天大家都可以免费中乐透哦、欸。可是我很怕，我等一下，我刚才想说会不会，是不是？不是啊，就是它变正常了吗？对，然后我进去跟白痴一样，直接被打出来，被签到了，很丢脸呢。哎、欸，可是放攻击力，它还是会变强吧？会啊，对，会变强、啊，但是血量还是低、啊，血量。对，实际上怪怪的。你是就进去当一拳超人呢、欸？哎、欸，我会不会进去以后那个什么啊？我没有一拳到他，他先一拳我了。那我就是怕这个，我就想说我攻击，你就不要那么贪啊。没有，你们就都放二阶的、啊。对啊，就不要那么贪嘛，稳赚不赔嘛，稳赚不赔。二阶是最稳赚不赔。好吧，要不然没有，其实你可以多人啊。对啊，反正怪物量不会增加嘛，那血量又被锐减。哎、欸，可以哦！哎、欸，阿万要不要一起？这样至少被打成白痴，还有两个人。啊，两个一起变白痴哦！两个白痴寻找同温层，还有人作伴。对啊，这样对我心里就好一点了。你们是两个白痴吗？哎、欸，看到旁边还有个白痴陪我，心情就好一点。嗯，杰克，杰克，嗯，哎，是按钮在哪里？按钮。对啊，回去的按钮。我刚来。哦，这边没有回去按钮，只有过来的按钮。嗯，这边只有来没有去。好，对。我还要喝孟婆汤。还是按钮可以放一个过回去的指令方块。可以啊，你放一个里面写 key 哦，自己。key 哦，哈哈哈哈哈。key 哦，没有 key 哦 A。key 哦 A， 先不要，不要换 A 四啊。A 四，随机找一个人回家。嗯啊 random 啊，随便一个人回去啊。哦，买 Army 吗？很刺激耶、欸。对啊，会感谢你耶、欸。真的是很刺激。感谢礼物吗？没有，感谢你。哦，感谢你。谢谢你的回家。嗯。啾啾。阿旺不见了，阿旺不见了，阿旺不想丢脸了，阿旺不想丢脸了，阿旺，我爆开了吗？阿旺，请问 RTC， 哎，你跟他都有一个 R 哎，好猛啊！
RTC，RTC，阿哇，阿哇，我是这爆了。啊、真的有没有听到啊？你知道我是假的吗？还是真的爆了？应该是真的听不到，他应该是听不到了。究竟是谁爆了嘞？对、啊，到底是谁爆？有了吗？有了吗？有。好，那再一次哦。啊哇！有啊。没有啊！我觉得完全无视了，点他好了啦，打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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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啦要不要来当白痴？直接讲话，因为你为了我比他都白痴啊！我觉得你已经玩够了，不需要我啊！我爆了！快点啊，来一起！好了好了，来，白痴路上容易有我。哇哦！哦、，Fantastic Baby Dance， 来研究一下放啥？哇，你怎么可以越想要打你哦？要看古巴炸的哦！因为曾经酱油常绿绿的、啊、绿色绿色酱油很常绿色啊，不知道在搞什么。我好像一直都很绿，一直都很绿的，也是啦。方块在绿色那边哦。啊、哦，臭，那就要不然就跟我之前一样，全部各放一个，就各一啊，各一还不错、啊。对，你就等级二的各一啊。对啊，可是你们放白天，那是整色不是绿。很白天吧，你们你是不是？天啊，这是绿色的地板，哦、绿色的地板。这个是粉红色的建筑吗？你刚好抽到粉红色哦。没有，我抽到绿色，盖的我盖粉色的东西，他把它盖粉色，粉红色的。他刚说绿色，我就找出绿色在哪，他就看到是粉红色的底下。啊！等一下，我这周年底我就只留一块绿色，绿色的底。那边啊，那按钮在那个绿色，绿色哪里呀、啊？哪个绿色？没有啊，宝宝这边没有啊，没有绿色啊。哎、欸，我的黄色也还有，我黄色有留着。你那时间是什么呀？啊？你是没有打过副本吗？我没有打过时间的、欸，时间是就是你原本有三、我忘记360秒吧，然后去乘以零点几，你时间变短而已，600秒。对啊，没有就放一张最低的就好了。好啊、没有你们就都二阶的就好了，有没有二阶打的了？好，二阶对啊。好啊。好哦。哇，冰封相向呀！你的头啦，小雨的叶妹、啊，你的头啦，你的头啦，我的叶妹又来了，要变三只了。好了，准备好了吗？啊，走。走了，后面变白痴就看，抱歉，按错了，后面变白痴就看见了。不要怕了，白痴路上有你有我。哇塞，好啊，感觉都不开心，真的。即刻等于粉红色，也是啦，即刻。我的粉红色不好吗？那就是跟小鱼打对台啊，打对对啊，看小鱼打架。打架，哎，为什么有600多颗？哇！你要生命怎么回事？你生命怎么回事？几块生命？哎、我打不死啊！你要放飞吗？我要放飞！啊！你全部都你的在那边，生命是怎么回事？等一下，我没有放飞耶，怎么办？可是你把我当白痴，我想回去看戏，我要回去看戏，我回来看戏。这28,800倍，他怎么这么多？这288倍，那是你放的嘞。哎、欸，等一下，上面是白色啊？不是啊，不是啊，白色就是时间嘞、欸，白色是时间。那我没有放错啊？那、不是，但是不是有写？哎、你是不看？你是看？你、欸、是没看字啊？我跟你讲，那、我去看。黄色里面放了几块白色吧？我记得没有啦，黄色跟白色比较像啊。我拿黄色跟白色比较像，对啊。因为我没有看，我没有看颜色，我拿到我就放了。280，我觉得是拿错了。那有没有可以查证的东西呢？有没有开？啊，没开。阿旺没有，他没开。阿旺，看一下，我看一下。阿旺有看到吗？我你可以看到那个界面就好了，他放了什么这样？对。哎呦，死翘翘最后的一，你怎么了？到都没看到，开始。
有啦，校长还是有人会缴钱的啦，还是有人会缴。公安意外啦，公安意外，这是我又不是我这边弄的吧？我也没有弄这东西啊，诶、欸。知道、欸好吧，这样好啦，白痴路上有你有我，哎、欸，至少不是、欸，你是直接把我踹在路上，你在那边、欸，至少至少不是一下一只了啊，嗯，对啊，那他既有用成功了，我刚看到酱油挥了怪，挥了很多下没有死，那其实他们武器打不过那个上限哦，打不过那个上限就是回满，酱油你看一下你装备哦，小心会爆，哦，还好还 OK。八斤啊！好啦，对不起啦，阿旺，我赔你三十颗，是不用了。虽然说我不知道我到底干了什么。没有，我还在看，我还在看记录、欸。等一下，我不知道要拿什么、啊。我觉得好神秘哦，不知道拿什么。神秘是？神秘是黄色，因为白色跟黄色那个有附魔的那个比较像。嗯，对啊，应该是放时间的。我在。喂，那我觉得你是不是有放相同的光碟？你应该有，你们总共有四个那个光碟吧？还是五个？四个吧，不是放四张吗？如果是都二阶的话是四张啊。你总共放，所以我是问他们呢、啊。为什么里面还有一张 T 二啊？嘿、欸，时间。嗯。那怎么他本里面还有一张 T2 啊？究竟是爱恨纠葛，亦或是 T1S 一个一 H3 两张 H3 什么 H3 两张 H 就是血量啊，生命两张 H3 哇哦哇哦酷哎，会这么痛 H3 是十二乘十二，对啊，一四四啊，然后你们两个人就两倍，两倍，对啊，然后再两倍，那就没错了，那没错，那是你们那个放错了。酱油、啊、到底是谁出问题啊？对对，就是单纯，可是我没有看生存，哎，算了，没关系。上面其实都有写字的。H3 我把它H3 的部分。对。哎、欸，哈乔宇。哈乔宇。我觉得你还是先看好文字吧，不要什么都不看，然后就直接 go go。马修姐妹啊 ，Go Go！ 哇，每次来波波这都有一颗石头拿，真棒！哎、欸，那是我的名字哎、欸！啊，没有啊？啊，有血？有血吗？有血，你都说波波这里了。哦，那请问是什么石头？派对给你正结石。哦，那你那你猜错了，你猜错喽！你要补偿。那我在猜尿结石、欸，尿结石是不是要喝水，一直狂喝水就好了？没有啦，没有吧？如果不严重的话，好像是要看你的结石大小。嗯，对。我朋友突然一个尿结石住院。哦哦，那是开刀是怎么开啊？我不知道。没有啊，那是通常都是超音波照啊，就是超音波、哦、把它震碎，击碎，就是把它弄碎，震碎，对啊。所以他是拿超音波照他那个尿道，对，哦，膀胱啦，哦，膀胱，尿道啊，我要是尿道啊，不是，你直接卡在尿道，你要怎么？哎、欸，有啊，好像有、欸，哎、啊，你不是尿结石？哎、欸，有啊，结石太大颗吧，太大颗卡住啊，对啊，排不出去。糖炸、啊，糖炸不要啊！那膀胱跟苦力怕一样在，fail。所以如果是麦块的物理治疗的话，就是叫你吃一颗 TNT， 然后在你体内爆炸了。啊，要修哦，要修哦！听到烧烧的味道，哎，哪种烧？我都不知道怎么盖，好烦。为什么？有人需要绿色羊毛吗？我把我的地板羊毛拆掉，是不是？我要把羊毛拆。为什么啊？为什么把羊毛？我是绿底啊。哦，你的地板是绿的啊。然后你把绿色羊毛拆了，好的。应该没可以吧，校长？可以啦，可是那羊毛就不要拿来用了，那个是毕竟是。公共财产，那是创造出来的，只是很意外。那我烧毁了，你把它藏在小鸡塔里面吧。
哥，刚才最好是有人丢进来的，我觉得是啊，怎么可能会在那边？我刚刚以为繁星下面是这个是岩浆，我刚跳了一下，吓一跳，我有吓到啊，他吓死我了！哎，他刚 TP 我只是后往后跳的跳下去，很怕很怕。你说鸟鹿结石预防方法之一是补充水分，并不是解决方法。哦，纯喝水不是，喝水不是，所以纯喝水只是预防而已。嗯，就是多喝水啊，多喝水，多喝水其实真的益处很多，可是就是你也不能真的喝太多了。对，还好，你真的要喝到出问题，要喝超饱多才会。可是通常一般人不太会这样啦。对、啊，通常大部分人家都是喝太少啦，水喝太少，嗯、又不是鱼，对不对？鱼又不是鱼，白痴哦、喔，鱼。他 get 不到，完了。鱼啊，整天在喝水啊，他整天嘴巴张开，不就在喝水？他会吃自己屎跟尿哦。阿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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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怎么太好了？这样讲，嗯，很不优哦。喂。没有没有，没有，我知道我听到声音，我会对对对，嗯，不是你被 RTC， 只是大家 RTC 了一下的，嗯，有天使经过，爸爸，哎哎，有哎在哪里？我就想不到我要盖什么东西耶，我们都盖迷宫，我不是盖迷宫，我不是盖迷宫啊。隐约是盖红石机关啊，我看到那个。哎呦，哇！我好像知道为什么有两张 H3 了。为什么？你说？因为我之前有打到两张在身上啊。然后你就直接放下去，全部塞进去了。对，然后后面不是说全部放 S2， 我就拿三张 S2， 然后我就全部塞进去了。然后你就忘记把那个 H3 拿出来了。然后他就变得是啊，你才里面只能放六张光碟，你两张 H 放进去，你再放三张 S 的，那你怎么放到可以有四个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乘一点五？你懂吗？对耶，没意思。可是我身上两张 H 三也不见了，然后可 是, 可是那你后三张你应该直接放到那个时间的，没上去放没有放进去。然后我的速度 S 三还在哦。因为我还没拿上去放，我一直在边跑边思考，嗯，可是我没有，为什么？没事啊，你要想，你至少没有放速度进去，你速度进去，你马上死了，你直接啪扛，对啊，扛你就进去是 the blast 掉，直接崩砸了。我一直在思考，我的速度还身上，我决定全部先放箱子，不要放身上。嗯，下次就是放完之后，你先确认一下你放的对不对，下面告示牌是可以看的。对啊，对那个看完之后，你再确定，确定好再按确定。不要那个合约的没看，就直接先签同意书了。这个很恐怖啊！对不起，是我啦，对不起。这个很恐怖哦。阿旺，对不起。咦？阿旺，你可以联络我一下吗？因为现在就不是白痴有你有我了，是他没开麦。我刚刚没有开到，我说。我说，所以刚刚那样子的情况，我是连带保证人，是不是？对，是连带保证人。不是我签的，我还出事。我完全没发现，就是全部给我塞进去。有啦，这个一定赚啦，相信我啦，真的啦，老北不会出事情，不会出事情。我们都认识多久了，对不对？出事情我照你，然后最后你就真的，我怎么可能让你出事？别紧张啊！这个我看很久了，这个我真的看很久了。嗯，我朋友真的，他这拿这靠这赚很多钱啊，真的啦，相信我。哎，我真的有确定身上是三张，只是最后不小心把那两张也塞进去了。哎呀，他们放在一起。呀呀呀！臭阿王，你就想每块光碟都是资金，臭阿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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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终于在这里了，哎，你终于在这里了，小雨，嗯，有赢不？没中啊，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没有对齐吗？对齐，就是应该说那个那叫什么？
那个刚刚好。刚叫什么啊？就是你特问小雨，他说你们刚刚好，距离刚好，刚好那个什么平均啦，平均啦，好害怕哦，害怕，不要，我要用那一招了，不会害你啦，怎么会害你呢？怎么会害呢？我觉得你先打那个防诈骗好不好？嗯，一定有防，先查一下这个。我真的是眼皮癌，我真的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放正，虽然我很正。嗯，喂，喂喂，他是 RTC 在我讲话吗？哦 ，DC 最近真的很过分哎，一直被 RTC。对呀，有没有比较好的那个通讯软体啊？对啊，有没有比较好的通讯软体？观众有没有？对啊，你们有没有？你们知不知道啊？对啊，好好好，我在哪里？我在那个啊这边黄色我在这边黄色的旁边这边绿色的旁边来没有绿那个绿色旁边那个粉绿色你造反了啊啊哦哎对绿色对绿色对咖啡色跟那个绿的。嘿啊你要嘿，你要怎样？灯有放平均吗？你看起来比较厉害，这样子。你看起来比较厉害。你看起来比较厉害。你是头上的灯吗？对。1234，1234，1234，1234，对啊。Oh my god! You did it! You did it! You made it! Wow!How dare you? 好像混了奇怪的东西进来了。对哟，你给我下来，石头。它绿绿的。竹头，你刚咬了我一口，竹头。竹头。咬了掉了。啊，归你了。嘿，捡的是。我菜是被偷了，还是我上次没有种菜啊？你哦，你菜被偷了，你怎么被偷了？谁在突然偷菜？坏坏！天哪！要开始养狗了，开始养狗。这年头，你真的要装插件了？不是，我要偷的东西原本鸡啊都被搬走了，我只好偷别的。哇！这是怪，嗯，哎呦，太夸张了，就没东西吃。哦，老鹰怎么老鹰饿了？怎么那么少东西让老鹰偷啊？对啊，好牛，多种一点啊！哇，钱呢？多种一点哦！哇塞，还边嚼有没有？慢慢慢慢呢？哎，不要再咬，不要再咬！委屈爸爸，突然好想吃烤老鹰哦！烤老鹰。老鹰是可以吃的吗？可以啊，可以哦。理论上没有人在吃吧？它是保育类，什么东西都能吃啊。你问贝爷啊，贝爷啊，我知道了啦哦。怎么烤了？怎么烤？怎么烤老鹰啊？哎呦，怎么白痴啊？你是白痴，椒盐，白痴，太白痴，你是白痴，太白痴。太白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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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为什么我菜不见了啦！啊，因为我的那个自动化田是那个拉下拉杆两块田会自动采收，嗯嗯，然后我就是一边种完哦，然后洗掉是不是？一边种完之后，另一边拉下拉杆采收，另一边然后再去种下去，嗯，左边那边怎么又不见了？白痴哦！哎，我那所以那是一瞬间的事吗？没有，他瞬间断片这样子。对对，就是我左边种完，然后换右边，右边要采还没采收嘛，右边采收所以拉下拉杆，左边就被冲掉了，然后左边种，右边种完，左边怎么不见了？哦老鹰，可是我刚刚真的有偷吃啦，没事啦，你抓到一个凶手，你抓到一个凶手，有人你抓到一个讲实话被俩包，被俩包，套到话了，你套到话了，你成功套话了，抓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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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所以杰克刚刚真的有偷菜，他有啊，我刚真的有偷菜啊，哭啊！那你刚刚看甜菜根应该是空的吧？是啊，对啊，我说实话，哎，
诚实，他乘以十，你很诚实，哎、欸，你很诚实，诚实老鹰啊！我吃什么我就讲什么，哦，什么就讲什么，我诚实，我骄傲，傲娇，傲娇，你傲，我才没有吃你的东西呢，这样子，那就不诚实了，没有傲娇。才不会说你的东西好吃呢。那谁？那你该多种一点，我才吃更多。开始那个。营业是用同时机关啊。营业，营业，营业。怎么了？你也是玩同时机关啦？是，可是我跟你不太一样。营业，他玩更大的。他就要开挂了吗？我们等下会有九个人嘛？好 ，OK， 没事 ，OK， 嗯，好的。你要玩合作的红石机关？你知道九个人合作的机关吗？哇！对，每个人要占一格，是不是？啊，剧透了！啊，完了！啊，完了！塞指令包进来，直接塞指令包进来。他就开始用指令方块啊！对，校长特权，行。他有指令辅助。这样你也要是不是？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在盖外表，如果我没时间盖里面的东西，那就是参观了，参观喽。所以就是行参观观光团。那可以说不是盖博物馆哦，观光团，观光团，观光团。嗯，观光难过，观光过。观众是在盖博物馆。那我们现在有人在家吗？有那个按钮，那个、啊、有按钮，指令方块在绿色地板，绿色地板，对对，你要找一下啊、哦，哦这里啊，对，那就不会升怪了，升点，哦，啊绿色，对，是绿色啊什么？我摔倒了，哦哦，那你要亲亲才能起来吗？亲亲，啊这是什么东西？你说呼呼吧，我怎么变轻轻啊？我之前我很常听到一个梗，就是啊，宝宝跌倒了，要轻轻才能起来。啊，那是呼呼吧？是轻轻，因为那时候我印象很深，看到呼呼啦。那你是你都是用轻轻，也是用呼呼？我可以自己起来，我可以自己起来，我看群组，然后就有情侣啊，然后我们在放闪，然后就说：“哎、欸，我 get 到了，我要想想亲亲才能起来。”这样，这样，这样，不要起来，好像腿断掉了。爸爸洗啦，爸爸洗。然后小雨，爸爸洗不来哈。小雨直接把他打进骨折之类的。有啊，之前是不是帮你打脚骨折、啊？起不来，直接骨折，直接骨折。那亲亲啊，我没有站起来的意思啦，这样。哎、欸，那个劲吗？那个劲吗？过来劲，过来劲。哎，其实我觉得轻轻跟呼呼好像都没有很好、欸。如果对直接对伤口的话，这样不是会发炎吗？细菌感染。实际层面的话，哎，对吧？一点门都一点都不浪漫，从来都不浪漫呢、啊。先扶起来，再把他跌倒。这个比较浪漫啊！你们都放到哪里去好吗？宫格吸干。噔噔噔噔，广告。影之源苏影，苏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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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一关要让你们考验你们的红石，然后吐了是不是？哎呦！哎，你真的是绿色都直接不见了，我的天哪！对红石了解，红红的竹头，对啊，竹头红石火把怎么做？好难哦，竟然红石火把，那个啊，就那个啊，那个啊，天哪，我到现在不会，还有紫色火把呢，火把，火把，好难哦，哎。找按钮时间，你说在这个蛋糕里面找按钮？对啊，在哪里啊？还没放、哦、在这里哦，哦白痴哦，在这个角落啊。
先不要去偷看人家关卡哦。没有，我都还在外观呢。关关他还没有限量，限量现在有限量了啦。冰冰姐，大家都很认真的盖东西，嗯，很棒啊，差不多好了，专题好了，话题之子，耶，yeah! 话题之子哦，话题之子，你已经变成话题之子了，我想想哦，我想想哦，我们等一下都，那我们继续刚刚那个说什么，所以我们疫情期间在家做什么？啊？疫情期间？喂，嗯，对，怎样？疫情怎样？就疫情的期间啊，我们这不是通常待在家，然后做什么这样？哦，然后刚不是突然就被阿旺接去说那个他们家附近哦，香肠、炒菜味道，那个没错。疫情期间、啊、就是就玩游戏，然后弄影片直播这样。吃饭没两样，就是跟我平常没我们好像平常就是这样，平常就是只能这样。对，其实平常大家都在对你在隔离了。我们是啦，对啊、嗯，在做这个都是这样，是對、啊，因为我们就是在家工作啊，所以嗯，不过如果是其他人，可能影响会比较大。有啦，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真的都是真的都在家里工作啦。有啊，现在很多就是远程工作了、嗯，对啊，远程的。那还是、欸、我真的很希望我这时候还可以远距离上课一次。为什么啊？我想用皮。你说你很好奇吗？我想用皮上课。哦，你说皮是不是？老师还会夸你很可爱、哦。我都做了。你都做了、欸、都做了。之前我有看到老师也用、欸，哎，酷哎、欸。老师也用。老师也用。在一期、那個。老师很聪明。我看到老师在一期开。开上课台，然后同学帮他刷礼物，刷礼物，哇，好笑的，好可爱哦！我先刷起来。老师是不是有签约啊？所以他是教学型美人，很酷哎、欸，我觉得。超好笑的。男的女的啊？男的。哦。没兴趣了。哦。那你有看过万人的那个大台吗？老师上课万人大台，有啊，有个老师在 Twitch 开台，直接到16000，那个，哎、欸，那个聊天室真的很可怕、欸，哎，引导65人，十到16000，对啊，超多哎、欸，然后全部都在那边乱留言，然后重点是老师还可以从那里面之中找到真正问问题的人，然后回他，我觉得好强，哦，老师好强，老师是直接时光组吧？这个老师会过滤聊天室信息耶。对啊，老师有装机器人来啊！惊叹号，惊叹号，题目期末考，依赖学生出来。惊叹号，然后开赌盘。所以大家猜一下这一题的答案是多少？要猜的吗？啊、恭喜来，没有，那应该要给一些忠诚点数吧？补错了，那个这次期末成绩扣两分。哦，派派派派，有期末总成绩有没有？哇，那个在一起也不就 Kingdom 的给老师刷个礼物，不是这样吗？好酷！有人说一千那个是他的高中第一老师，太哇，好猛哦！你老师红了、欸，好酷哦！这样的老师好酷、哦，你的老师红了、欸，哎，对啊，真的，还不去帮他刷礼物？对啊，行动不如马上行动。对啊，那还是去看一下礼包，真的，要给你刀，我帮你管台老师，还有那个 VIP。哎、欸，我家在哪？不是我家，我在这。我家在哪？啊、家在这。那这样一去，那个他还要守护骑士哎。守护骑士。这又没话题哦，让我想一想。顺便来想一下我的机关要怎么做。欸、啊？什么机关、欸？怎么有人死了？你怎么又拔的啊？哎、欸，我钻石放火。校长，请问可以往下延伸吗？往下延伸可以啊。好，你要往下延伸。是。嗯。哦。
不小心太难摔倒。直播上课，感谢叉叉同学的抖内，期末加分。好啊、哦，然后买分了、啊，买分了、啊。问一下那个同学，直接抖资，直接抖抖内7000块。老师，请问我这次的成绩可不可以？哦，不能贿赂，这一次当掉。嘿，当掉当掉。老师很开心，但是你贿赂我耶，所以拜拜喽。老师很开心，但是下次记得撕下来啊。绿界抖内，绿界抖内，绿界抖内。那老师要记得开绿界哦。哎、欸，这怎么这么快？赛马娘中哦，这款游戏没玩呢、欸，没玩。我知道有会那时候，当时在夯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想要玩。没要跨区啊，不好下车、嗯、麻烦。对啊，哎、欸，这款没打到，没打到。你说没打到你吗？对啊，嗯、没暴击是不是？没暴击，嗯，暴击率不够，要撑一些。有人说我盖这蛋糕很像红丝绒蛋糕。对，之后可能会跑出来。哎、欸，红丝绒蛋糕什么时候出啊？好香哦！你那你是做姜饼人吗？姜饼人都来了，想抽很香耶！哎、欸，我真的跑去查红丝绒蛋糕。哦，那个你会查就红丝绒蛋糕吃的、啊？哎，我查到一堆吃的蛋糕。那你没有吃过吗？有看过，但是没有。红丝绒听说不好做、欸，哎、不好做啊！那个其实很考验技巧。嗯，不好吃哦。红丝绒材料啥？我因为我非常记得红丝绒蛋糕是有那个一级那个那个高登主厨，然后去挽救那个Golden 那个餐厅，然后他说、嗯、你们这边只有好吃，就只有奶奶的红丝绒蛋糕。我有，我知道那一集，我知道，知道我知道。那个系列我看爆、欸、我觉得好好看的。我觉得你们那个是只有那个红丝绒蛋糕可以，其他都是垃圾。哇，好凶哎、欸！因为他那个系列就是去找那种就是超级烂的餐厅，然后去拯救他们的餐厅的。这、嗯、样，我真的觉得这样听哦 ，OK，OK，OK，、okay. okay. okay.嗯。突然想到那个什么、啊，最近不是都会有什么手游打广告？对啊，然后有一次我就被一个手游给很好奇，嗯、就是他就是哎、欸、这样讲出来我 very god， 反正就是一个类似和尚的职业，嗯，然后广告打得很火、哦，我就很好奇，我就去载，结果载发现根本没有那个职业，很正常啊，根本没有和尚吗？很多没有和尚啊，根本没有那个、啊、那个在地和尚。在地在地和尚，就是要找那个和尚。可是这样也是很喜欢和尚啊，这样我超爱和尚啊。食物语言说我要抽那个和尚，他也要和尚，感觉和尚控，真的和尚看起来很猛啊。是玄光头啊，他会跳起来，哎，跳起来，和尚会跳起来，为什么？就是那款游戏啊，很像。Oh, 我只知道最近有一个叫什么马吉猫的、哦，还是什么的。马吉猫、哦、对，好像还蛮夯的，好像很可爱。嗯，疗愈的，有那种收集的那个。对对对对，这样。对，有猫有猫猫就是吸到啊。收集猫猫之前我玩过一款、欸，就玩到后面有动没掉，我就把它删了，因为每只猫都要吃饲料，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吃，都有不同的猫要吃饲料。太麻烦了，这样我没有办法玩那种游戏。真的，我觉得交易会崩溃。真实的养猫猫也是这样子。因为之前有一款就是也是猫咪的，还是老鼠的，就一直点一个魔法阵，它是一个点击类手游。老鼠，老鼠之前也很红过。我是想要蘑菇哎、欸，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半夜四点设闹钟起来收蘑菇。方吉吧，哦、你说方吉。对啊，收蘑菇，查一下那个查得到吗？还有啦，旅行青蛙，旅行青蛙玩一下就不玩嘞、欸，真的假的？太久了，旅行青蛙是还好，反正就是丢了，你就不要丢。刚好没打中我的，是哦，就是、想玩又是没暴击到了、啊，又没暴击到、欸。可是我觉得手游我都觉得还好，哎、啊，来玩公寓啦，超暴击耶！超暴击！我还调那个耶，我还调闹钟，半夜2点4点起来看他回家没。
天哪，你真的也是很我是直接当世间女人、欸、超级操心的妈妈哎。对耶，你是坐在那个客厅然后等小孩回来啊，回来了那个爽耶，妈妈要去睡觉了。不是叫你先去睡吗？没啦，我睡不起啦。因为你还没回家啦。有收那个幸运草啊，然后我还调闹钟一小时起来收一次。哇、啊、我是没有哇，我是当时间女人的那种。那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就作弊，作弊仔，作弊你算是作弊对啦。重点是作弊还这么大声。晚餐时候是空的青蛙，听不下去了。没有，不小心睡了。哎呦，烦呢！听不下去了，直接跳楼。然后我刚刚不是说什么老虎那个，他好像叫老鼠多多，老虎老鼠老鼠波波多多。没有老鼠波波，老鼠你们查查看有没有玩过这种东西？老鼠多哎，老鼠波波好像是一个 B O B O 老鼠波波。多多，所以叫什么、啊？老鼠多多，老鼠多多，没有没有啊！我是之前玩那个啦，有一个就是很猎奇的，那是羊驼吗？还是什么？啊，我知道啊！你说合成兽那一种感觉吗？哦，对对对对，就是他点超多，然后他会越来越奇葩的那个。我只有玩那个。那个又来啦！在哇塞！是越养越奇怪、啊，在搞弄啦，还够尬啦，然后就是都是点击类游戏啊，对啊，越点击类游戏。我的墙壁怎么被挖一个洞？你墙壁又被挖一个洞？安德搬走了吧？哇，我是石头呢，好恐怖哦！还够尬啦！哦，咬三怎么了？等一下，这样子我是不是下一次再把它封起来？不然大家等下传过来。全部被困在里面，哎、这位置要换一下。嗯，可以啊，会改的改一下。为什么不能动了？你断电啦，断了，断了。只是我连回来了，我刚刚就是因为不能动，我想要重开看看。哦，可是看你连回来了，哎有哎。You out 不能动哎，输入法啦，我看你是输入法。不是，你要用几种素材啊？我呀！我呀！哎呀！你干嘛？你干嘛？有人说：“哎、欸，卡输入法，然后整个全晃一晃，突然掉下去了。”等一下，你后面是悬崖。哇！我没有卡输入法、啊。哎、欸，施工请配是口罩，是配翘翅。配翘翅。我是阿提斯，或者是头盔。这么多次应该不是只有我的了吧？没有啊，大家的都是大家的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哎、欸，叶妹出现就是叫你们播广告了，好吗？边打边补上片，所以它是闹钟的概念就对了。对，啊，嗯，啊什么？麦哥安妮怕我妈妈，我被打了一下。我在晚上的地图、欸。我怎么不讲武德飞进来？他绿了，他绿了，他绿了！哎呦，哎、欸，这是换我的吗？谢谢。对，换你。哦，你刚刚是剪，我是真啊，碎哦。还要站哦！哎，我还是不能动哎、欸。你还是？还是你那个重开，你整个重开。我你现在有重开了吗？我知道，我刚被水冲了一下之后就不能动了。完，这水有毒。哎、欸，我输入法切了，可是我还是不能动啊。还是你去看你的按键是刚好动。哎，突然可以了，为什么？好，没事啊，可以就好了。可以动掉，可以动掉。键盘没电了吧？你键盘没电了。我键盘没电。没电。你会跟暖团一样吗？会用到一半，哎，没电了，等我一下。有没有看你那个是不是有人在咬你的那个键盘的线？哦，艾露，凶手在睡觉啊！艾露，凶手在睡觉呢。他干嘛用意念在咬、啊？我知道你有火把，我要一直、啊、白猪咬啊！再吓我，让我吓死。吓到啊！奇怪了吧？我桌子底下有个人在咬我的键盘线，是不是？你确定是在啊？什么画面啊？救命啊！有比有哦。他刚说什么？完全没听到。他说：“你确定下面是啊哈？”比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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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说什么？没有，我只是想说有人在你下面而已啊。
你好像没有说比较好，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你没有说比较好，说不定有人在你下面呢。你是不是很想被黄标？办不到的人，哎呦，哎呀，看不到也是很可怕呢。You can see me, John Cena. You can see me. 你是 John Cena。哎呦 ，My God！ 哈哈哈 ，My God 啦！你听啦 ，John Cena， 完了，我已经盖到，我完全不知道我盖到哪了。你会不会最后是个出不来的迷宫啊？对啊，我也不知道，我一直在四轴。不是啊，我怎么新的传送点是直接是一个起始点啊？迷宫入口，就是整个的起始点啊！产生体验登录礼包，战友的迷宫，还吃也被困在我的迷宫里面出不来。我看到了，那你就留着他吧。啊，留着他，不行，下次进去就没了。啊，对你那么爱。噔噔噔噔，哎呦！哦、太黑了吧！他血有嘎他毁了，嘎他毁，好气哦！好气哦！我要吃痒哦！你干嘛？我在找出口，找不到出口，被叶妹已经偷下来了啦！好了，我找到路了。哇！叶妹偷完，对啊，这样算暴雷吗？爆什么雷？哦，叶妹爆雷，叶妹产生体验哎、欸！哦，我进不去了，也太美，跳进去啊！嘿，哎呦，叶妹真的是疯了、啊。嗯，这是谁重置时塞在潜能鉴定？我的哇，我的吧，怎么这样？你给我过来，石头，就是你。You， 咦，说回家的是，我看一下哦，粉色是不是？有绿色，最近高嘛。没有，蛋糕的外面啦，不好意思。哎，你要不要直达电梯也是可以啦，直接摔死哦。哎呦呀，哎呀，我们已经死太多次了。对啊，没有你多啊。哎，刚刚，所以刚刚阿旺还是没有找到你，为什么突然不能动的原因呢、哦？啊，不知道，算了。有人说你会不会是按到 Shift 的加空白键啊？就刚刚就讲输入法。对啊，可是这样子的话，我重开麦块不是应该就好了吗？对啊。道理来说，未解之谜，没差了，没差，可以动就好了。然后就等一下又刚讲完就啊，不能动了，我不能，我又卡住了，他还能卡到十点好了。其实你没有卡很久哎、欸，其实也还13分钟，剩下十几分钟。嗯，对啊，你这很 lucky 啦，你 lucky 啦，你 lucky。哎，有谁副本还没打啊？哇！快打、啊！可是我应该是杜伟湖，我想要先盖完了。你快盖完了，下礼拜可以盖、啊。下礼拜对、啊，没有，我想要先把这一关盖。要跟钱过不去，断食呢？对啊，今天还调简单。没有，盖完了，好了，盖完了啊！刚有两个小傻蛋。我在想可能是我觉得我拿对了，然后我没有看就直接把我身上的照照片全部塞进去，然后没有看就直接按了。没事，下次可以学会独立了。没事没事。对不起阿旺，刚刚那30颗钻石才不是觉得抱歉的。没事没事，我当走路捡到钱。啊，走路捡到钱。有了，哪里有钱可以捡？我也要去走一走。我要钱要还回去，刚刚跌倒了，刚阿旺。我天啊！我刚刚听到什么什么走路捡到钱，哎、欸！我也是听到这样子啦，传过来直接摔下去。你是真的给中风型？这是真的啊！捡到钱，你是真的捡到钱呢、欸？对，我是跌倒捡到钱呢、欸。中风型捡到钱呢？哦，捡到钱！哦，好兴奋哦！这样子，哇塞，好刺激啊！
都捡钱刺激了。他们刚刚那是蛮刺激的嘛，好爽的，捡到100块，爽爽的。还好回去带到酱油被打的画面。哎，我要帮你跳。跳。请问有人要不祥旗帜吗？我这边有六张哦。太多了。跳。跳我来自己走走看、哦，我打不完呢，好像打不完。不会吧？你我时间很短呢。你没有？你是放什么的？你看啊，你现在看得到、啊。时间跟血量。82秒，哇塞，有点极限哦。嗯，打不完就算了。你想看什么？可以啦。哦哟，四倍血应该不知道哎。打不完了啦！我开始挥到蜘蛛了，蜘蛛一直在摆布。没啦！哇！你觉得我这个米现在这么不够呢？奇怪。嗯？他这个血只有四倍吗？我怎么觉得你打不死啊？这个怪血不止四倍吧？你打他上面是血，有没有血？其他血量多少？没有，三千多哎、欸！啊哇！你放了什么？突然又变多了，四倍怎么三千多？四倍、欸，四倍怎么是三千多？里面原本满倍，你要拿出来吗？刚刚是血量太少，现在是血量太多，拿太多。对啊，因为我想说，我放四倍怎么会砍那么夸张？我想说我四倍，我的刀就是顶多砍四下就会死。嗯。哎、欸，再看，有出问题了。感觉今天好像不宜打副、今天的副本宜啦，只是宜是宜在前期。你说宜宜，哎、欸嗯，对，因为我刚刚看我那怪都是3000多、4000多血，多、哦。来，你乖乖在这边哈。好，好。明明跟我没关系啊、嗯！我还在跟村民说话，跟他说话。嘿，究竟又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对呀、啊，血是不是多了一个零啊？我觉得多一个零好像差不多啊。原本是一只是20嘛，20的话，那应该是乘以4是80啊。嗯，80，可是你刚说3000-4000欸、嗯。可是你可能要再加一点，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打到比较后面了。他挥了很多刀了。对。嘿、欸。怎么会这样子？我攻击38，哈哈。反正这边盖好了，所以他们血量大概就是有5000左右。哇塞！为什么？没有那个。最害怕就是影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对，超诡异的。哦耶，怪怪的，好哦，为什么呢？如果知道的话，还有办法去找方法解决哦。嗯，对，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尴尬，还是现在不知道，不知道现在的问题是啥。这样子，你看这样子是，对、yeah.。嗯，怪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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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还好高、哦，我的天哪、啊！哇，你是要盖101哦？101，哦，这血量怎么治？哦，你对吧？怪怪的，怪怪的，怪怪的。你觉得我下次用红石来得及吗？你有一天的时间可以用。对。只是我要想红石怎么盖，好久没盖红石。你可以先想啊。先想。我今天最麻烦都弄完了。应该吧。
应该吧。我剩下就是把它封起来就可以了。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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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大家的看起来都很厉害。是没事。我在思考，我爸要紫色，我是按先讲。没有，我说我的，连我自己都那个怎么解我都不知道。哎哎，说女的吗？对，但我知道，我确定他是可以有解的，但是就是对，这样要我要研究一下是吗？对，不行，我可能要研究。我在思考把地图放在纸上，我自己到底看不看得懂？小雨，用不是用不是用在卫生纸上吗？哦，对啊，在卫生纸啊，还是那张卫生纸。你要跳上去试试，来给你一个这个。没有，我没有要跳上去，我只是刚在家里面找到一个门，然后把它拿来摆在这边。不行，不可以，没办法找人来帮忙，要自己测试。这个只能一来，没有，因为他们会被破梗，不行。对啊，就自己来。这个是。哦，阿汪的，嗯，怎样？小雨刚是差几颗？我刚刚吗？对，六个，就六张啊。就是我放一张四倍生命，其他都是那种乘八乘六的时间。啊啊啊啊！哈，这个是到底？究竟是爱恨纠葛，不要再爱恨纠葛了，爱恨纠葛一下了。那究竟是人性的，变人性啊，人性啊，就是以前的那个什么圣祖卢，圣福卢。Bobo， 你的鞋子又怎么了？我在下面挖石头，你要不要捶鞋啊？你待又要缴一块钱的。有没有鼠来木球？我帮你送过去。有啊。好啊。好。哦。买这活塞呀、啊。活塞呀、啊。你要现场做。找我工作台啊。好。在四分钟开机啊。五分钟。我喝。我这么喜欢走我这个里面，是我两边都封起来了，哦、封起来，那好像也走这边，对，然后把这个蛋糕的门封起来了。还有人还没挑战的吗？挑战完了，团、没关系，我今天 pass 了，你上不去，你要去打个十块钱的，对啊，打个十块钱啊，你说帮忙测试吗？好，等我一下。对啊，哎、欸，你打有机会有强力卷哎、欸。好、哦，我去帮。等一下，最后有打有机会，有打有机会。哎呦，我的！小雨可以跟着团团再打一次哦。好啊。可是阿旺跟酱油的那个，就是那个是你自己放错，我不好懂。那是我看错，没办法，没事。我本来想说，我已经拿，我拿的时候，我想说我拿的时候已经看好了，所以我就没有再看了。也是一个血量，就是疏忽啊，是的，疏忽。Anil，请问阿旺下次你还愿意相信我吗？我考虑一下，考虑一下。没事，我们都那么熟了，对不对？啊，我们都那么熟了，你还会再相信我吗？都这么熟了，早知道就是你不能信了。对呀、啊。都那么熟了，你早就知道。哎，我超可惜，早就知道会出事。小雨在那边了吗？我到了。好，我传过去。哎、欸，差不多吧。对。哎、欸，导秀来了。对。哎、欸，我怎么进来了？我怎么进来了？你怎么进去了？啊，你怎么进来了？三倍血，三倍耶，三个人。对，加油。哦哦，我的耶哟耶嘿，哎呦，敢装傻，来然后就离开了，来增加难度了，97颗，对，怎么了？
我的地板又少一个了，为什么？地板有地板啊，血量正常了吧？差不多正常的。你是被人家偷地板哦 ？BOSS 800多，差不多。为什么？嗯，为什么？是有你是家拿家里的地板哦？家里半格的地板啊？好神奇，好神奇啊！我今天一上线的时候，我箱子这里少一个，我想我刚刚已经把它补好了。然后刚刚观众提醒说，欸，是不是又少一个？但是对，怎么又少一个？怎么少一个？偷吗？安德会拿地板吗？安德会偷半格的吗？会，对啊，会偷半格的。哎，欸，偷吧，安德。偷安德会偷。他现在心情不好。绿绿的，我可以看他吗？哇，你召唤的石头出来耶，限时是30秒啊，小雨！快了，快了，快了，快了！我打 BOSS， 你去打别的。我一直打，哎呀，那输出不够吗？不是，那弓箭手太烦了。不会偷啊，奇怪，为什么会少一个？有 BOSS 什么？完了，我。哎，开奖了！你封起来了。有人去那边斗蜥蜴哦，顺便偷了一个。半转走，我不知道，我怎么每次跑一个？差一秒，不行啊！一只迪都，一只迪都，就可以了，就剩一只迪都了。下次再来挑战吧。没有，如果我们可能是两个人的怪，我们两个人量就可以了。啊，对对对对对，量也量哦。我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啊？大你有没有头绪啊？我也没头绪耶。请问我可以点击吗？连两次哎，连续两次哦，好可怕了！你们上面记得告诉我自己要记录啊，你要自己写啊！有，我写。之前你们中奖有没有记录？有，我有写过，我记得我有写，有实名。之前其他人，我们要实名制哦。我没写啊，我从头到尾没中过，没中过啊！我只有很早的时候中过。我要写一下我自己零次，自己打一个零次。我们可以等那个我小雨，我们俩可以等密室逃脱完之后，我们可以控告校长。对，我们要去，我们要去告校长，我们要去控告校长。说好大家一起，结果他进场之后就游戏先走了。没有就先报名嘛，不过就是那时候刚好有四九级四，就先暂时离开嘛。他骂我们哥，我们原本可以拿到的，这个都是意外。他继临走前打死一只蜘蛛的话就过了。对呀，帮他打一只蜘蛛就过了。要是你愿意挥一刀，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吗？是他进来的时候都还没结束就走了。他进来的时候没带武器啊，就算了吧。什么都没有。什么东西？耶，开心啊！校长，我带15，好饿啊！你要吗？校长，我给你。不要，偷偷播。校长，我有去年的中秋节烤肉。我得还留着，我得还留着。我刚我还在吃，我还没吃完。我刚听错，我想说小雨怎么讲去你的，然后也太凶了吧？去你的烤肉，怎么去你的烤肉？就跟去你的烤肉，不知道现在都变霸壮了吧？啦，啊，我还在吃，还可以吃吗？哦，这里的去年烤好的那个烤肉啦，现在应该还是可以吃的啊。你可能吃起来踩踩的啦。踩踩的，确定没有特别味道吗？可以啦。好啦，这一次呢，密室逃脱，是第二次、第三次，还下次还有一次2小时时间可以盖啊。好，然后副本呢，我再看一下，刚看应该是没问题的，除了刚刚最后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变三倍，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不知是为什么，对啊，我也不知不清楚，赔偿赔偿，怎么了呢？你不懂，我也不知道啊，对。那下一次我们就可以开始会玩一下我们的密室逃脱，虽然说是密室逃脱啦，不过应该有可能变成就是综艺闯关的啦。好，没关系，就变闯关吧。糖豆人吗？就大礼拜再见啦！好啊，拜拜，再见。今天不是没穿制服，是我那个打不开。好啦。各位就到这边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不好，不好，再见。